这身衣裳送当铺也不值几个子儿啊，能有多少钱呢？啊，有钱是吧？来，给钱。嘿嘿嘿，不就是要钱吗？钱啊，有的是。你竟然敢跑了，站住！我。十一，趴下。 没想到，我们韩世子也有这么一天啊！别废话，还不快把我放出来！你就打算这么披头散发去追他呀？不要你管！我救了你，你难道就不想道声谢吗？ 你放开我！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乃我辈的本分，有什么好谢的？若是他这么抱着你，等一下，去哪儿了？刚刚非礼我的那个大姐往那儿跑了。没事，姐已经抓上，送回府里了。去。